来到冈山一定要来一份热腾腾的羊肉美食，超级好吃。天气这么热，来到旗山就是要吃香蕉冰啊。你怎么也在这里？原来你刚刚也在户政事务所。金瓶桑，欢迎来看全台湾最美的结婚登记备板，就在高雄，而且一共有20处备板大改造，无论有没有要结婚，都可以来拍照打卡。盐城户政事务所化身成爱之城大戏院，这里应该是很多我们父母一辈的人哦，有曾经约会甜蜜的回忆哦。约会圣地绝对不能错过看电影，这电影票啊其实非常的复古风，因为这里整个打造的呢就是整个怀旧风，而且呢也象征呢从爱情走入婚姻哦，是人生的下一场戏。想和你聊到天荒地老。来看它的整个场景，超级粉红色，有没有觉得超梦幻，少女心喷发呢？我愿意，奶农愿意。来到美浓，浓浓的客家感，当然客家文化绝对不能错过油纸伞，油纸油纸代表有小孩子多福气。哎，你跟我的孩子未来是什么座？我们的杰作。你问校长啊。长长久久，甜甜蜜蜜，久久蜜豆冰。来到高雄冈山，现在最夯的打卡景点当然要穿上这一件工作围裙，爱吉羊肉炉。没错，冈山的必吃美食一定要吃羊肉炉，爱吉牛骂楼象征着热情如火的爱啊。欢迎大家赶快来这里拍一张最接地气的照片，赶快来赶快来。来到旗津，立刻可以闻到咸咸的海味，走在路上还有女神风，哇，谢谢，超漂亮的。只要在高雄办理结婚登记，就可以领到这一份限量版的结婚书约，是限量的哦。台湾设计，设计台湾，2022台湾设计展在高雄，户政备板大改造，揪你一起追赶浪漫。我最喜欢冈山了，这边热情如火。对，我自己最喜欢的是旗山，因为旗山那边它做成一个平湖式，然后感觉整个才会其实蛮放松的。我觉得蛮厉害的是，其实它都是在现有的空间里面去加入一些设计的巧思，融入一些真的是在地的元素。因为你从来没有想过，居然户政事务所的户政备板可以有这么多的变化，我觉得这是最难得的。搜集一下各地不一样的一个户政备板，留个纪念。金瓶桑。